它不在招里面，它是在我们的练的内涵的心法里面，听不懂？因为它招式里面没有取出这个距离嘛，是不是？玉女穿梭有啊，玉女穿梭，当我取出这个距离，听不懂？所以你转这个身这个力量，你转这个身，这一掌要有，啊，听不懂？这个就是那个概念，防御，这个手是防御手，这个是攻击，这个手是攻击手，他挡我这个攻击手，我一上步，啪。防御手变攻击，懂了吧？这就是手不回来，这是很多内家拳手不回来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它不是这种，它不是这样子的手。我这个手既然在这边架起来了，我就在这边。所以每一个这种手打出去的时候，这个手的力量还是往前的，而不是往后的，所以他手不回嘛，所以防御手也是攻击手，听不懂？所以不要把它当成防御打出去，我这个就这样就好，听不懂？好。白猿献果还是白猿拐手？白猿拐手没有啊，白猿拐手比较难。白猿拐手我就跟你们讲那个重心腿，你看他来，我打他，我的重心腿在这边嘛，我接下来的这个手要打到这么远，所以我这个重心腿必须你看进到这边。所以我说重心腿要动，八卦就是这样的。那玉女穿梭不是，玉女穿梭动的是虚腿，是不是这样的？这个是重心腿，虚腿上来加一个力量，是不是？所以八卦的一个条件，重心腿一定要走动。你才可以做这个啊，走多远起码你的这个长，起码你这个长。那如果他退呢，我这个打到这边来，他退了，他稍微一收，那我要走到那边去哦。我这个谁一打出来，他一退，我这个不要这么。听不懂？啊，所以玉女穿梭的这个手，他打对了，他一含胸一含，我这个步一上在这边，啪打出去。啊，我感觉反而是后面那个是比较重的，本来就是嘛，因为任何人，你就算没练过拳的，当我打这个的话，你的自然反应也是寒嘛，是这样子，人的自然反应都是这个，所以自然反应是这个，我就不能期望这个能打到，而我的步已经到了，我不可以再往前攀，往前攀我就失重了，晓得吗？所以打这个，他一收以后，这个步一上，啪，这个位置。好，听不懂？好，所以每一个招式去把这个劲转换劲去把它抓好。啊，怎么样？